梗系讲 Mira 啦，即系所谓唔中意 Mira， 佢就咩咩你阿嫲啊嘛。佢系想我咁评问候你阿嫲咯。系啊，我发觉我哋系 haters 嚟噶。我哋唔系 haters， 系我哋系 watchers， 睇住我睇下你搞成点，我唔插手嘅完全，就睇你搞成点。旁观者系啊，旁观者今日点啊？开伊牙松降啦，系啊，旁观者不嬲都系咁噶。哇死啦，好惊啊！唔系伊牙松降做咩？惊咩啊？唔好起到咁大啊！佢个震啦，同埋佢唔系谂住讲啲咁系啊！我冇谂住讲啲咁激进嘅嘢啊！开你波咪开你波咯，开我波啊，斌哥而家唔系开佢。你开我播啊！犹如一面镜系嘛？系嗱，呢个一面镜咧，嗱近排就有呢个网评冻伤事件啦，咁就唔讲嗰单啦，因为个个都好关心，好关心冻伤嘅受害者啊。谢安琪啊，听佢冻亲啊！我寻日见到谢安琪，我都即系觉得话会唔会冻亲啊 ？K 咁样嗰啲系啦。哦，露出南半球嘛，系啊，佢野外露出啊嘛，啲睇嘅系啊，佢喺网评嘅野外露出，野外露出系啦。咁嚟紧咧 ，Mira 咧呢个12月31日啊，就会大型露出啦，就喺呢个应该西集体露出啦，喺呢个西九龙嗰个嗰笪草地嗰度。终于用到呢招啦，谷你班友打针或者装安心出行用啲系啦，终于嚟啲大招啦，噏咗大半。年头开始 up 噶啦，已经即系睇 Mira 演唱会要打针，系啦，或者总之同佢讲话嘅，呼吁啲人打针，呼吁啲人唔装安心出行，乜都好啦，总之就揾嗰几个仔出嚟做就得噶啦。因为以前打针嗰啲咧，通常一系就上咗年纪嗰啲，即系比较大少少啦，又未到老人家。因为多数翻工咧，而家譬如汇丰都话要全部员工打晒噶啦嘛，但系譬如啲靓妹细个啲嗰啲未打噶嘛，好多都好多大学嗰啲打咗。大學嗰啲好多打咗，但係細到好似十零歲嗰啲靚妹未打噶嘛。中學時，中學生嗰啲少啲嘅。如果有嘅都幾大鑊。有嘅打得嘅咩？而家唔係啊，即係我唔知啊。如果係嘅話，其實都個畫面下年開學少咗，個畫面會好恐怖啊！你諗下，逼一班學童著住校服，然後走入去校個禮堂度，個個打針。你諗下個畫面。唔係，當以前學校都有打㗎，有打嗰啲咩流感針咁啊。如果集體打卡介苗啊，卡介苗係啦係啦。集體打針我諗係即係每年紅十字會叫你捐血嗰啲咯。係咯，嗰陣時我自愿啊嘛，大佬啊，係捐血啊嘛。你都係自愿㗎，而家自愿睇 Mira 啊嘛。梗係自愿啦，你想走嗰個都冇錯。咁啊係，你都啱，你都啱。咁啊，然後佢終於出大招啦，係嘛？係啦，終於出大招啦！嚟緊咧呢個旅發局啊，就喺12月31日搞呢個香港跨年倒數演唱會。咁張敬軒點啊？冇啦，慘啦！搞錯，搞唔掂啊！打對台咯，搞錯啊！跟住係啦，咁就請咗咧，唔止有 Mira 嘅，仲有呢個 Ega 啦，呢個 Jenny 啦，許廷鏗啦，同埋呢個香港管弦樂團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係啊，我諗號召力最大應該都係 Mira 噶啦。我諗號召力最大應該香港管弦樂團。係咯，我都覺得係啊。你識唔識㗎你？唔好意思啦，我比較跟貼嗰啲靚妹心態啊。梗係香港管弦樂團啦。係咯，聽都唔聽冇人。咪咯。哇！好大鑊啊呢度，好大鑊。你未聽啲咩？系咪先？系啦，咁系管弦乐。佢我谂争都争得几劲嘅，因为得1500个位嘅啫，系啦。咁少位？好少位，其实嗰度企都好多人嘅，我觉得系嘛。你搵啲边度？落海啊嘛，搵啲企落海啊嘛。其实佢西九嘛，喺西九啊嘛。出边有啲石噶嘛，你咪叫啲人企啲石度咯。钓鱼嗰啲人得咁啫嘛，唔好讲笑啊！翻中可能有人 book 船喺出边，有一定有添啊 ！book 几只咁嘅快艇喺出面咯，系咯，即系一捉佢就揿艇走咯，飘去长洲，飘去大屿山嗰边咯，流浮山系啊，即刻走噶啦，俾你屯门龙鼓滩嗰度见噶啦咁样，系咯，我觉得千人太少嗰个位，我觉得可以企多啲嘅，其实净企埋上去嗰条桥啊，同巴士总站嗰度咧，净喺12月31日封条西水啦，睇唔到啦，上埋。嗰個咩有棟好高嗰度咧，我嗰個叫咩 ？Empress 哦，唔係天際一百，係啦係啦，天際一百嗰度咯。我嗰度你方冇人上去咩？睇咩啊？睇係啊！供咗攞望遠鏡喺嗰度睇。唔係我覺得咁 Q 大個西九，咁大個票。我覺得呢一個 book 船係合理嘅。book 船合理。以前睇煙花啲人都 book 船啦，不過而家取消咗咁解啫嘛。係啊，跟住你喺只艇度睇住佢唱，咁咪好合理咯。係離遠邊啊嗰條 J 喺邊啊？
啦。係啊，唔係我想講咧，呢一個即係千五人咧嘅現場去即係叫做招呼呢班即係觀眾啊，千五人嘅名額，我覺得算係真係差唔多。嗯，因為咧真係好怕有陣時咧，譬如你當一個 show 啦，咁有你又叫做。即係 complex 啦嚇，有好多唔同類型嘅 artist， 唔同類型嘅表演者走咗戲，其實個 run down 都真係有排排。即係嗱，其實你諗下，頭先你重複一次啲名俾我聽。有呢個 Mira， 係Ega， 即係呢個江海嘉，仲有 Jenny 李杏兒，許廷鏗，李杏兒，李杏兒 ，sorry， 李杏兒，許廷鏗同埋呢個香港管弦樂團。好啦，問題啊嚟啦，作為排 run down， 我睇到呢一扎 casting， 我就頭痕啦。系嗱，好老实，如果你话喂即系你谂下，你估到啦，即系都唔使讲啦。如果我纯粹计 fans call 嘅号召量，你估到啦，最多人一定系香港管弦乐团啦，系冇错啱啊，系啦。咁你香港应该中意嘅，系啦。香港管弦乐团有边一个人你讲得出个名？你又唔知啊？阿管咯，同埋阿贤啊嘛，同埋乐团啦，系啊。系啦，咁然之后咧，我就话即系当佢哋表演，喂，其实佢哋都好高人工啊。今日有个报道咪话 Mira 好高人工啊嘛，系。阿姜涛嗰啲即系唔知点样出个铺廿都廿万啊嘛，廿万跟住。出個 function 五萬萬啊嘛，咁嗱，你話有冇可能有？絕對有可能，海鮮價嚟噶嘛，一今個月你咁紅，即係下個月你唔係咪冇咯？即係呢個好簡單啫嘛。咁但係你譬如你管弦樂團唔同啊，你知管弦樂團嗰啲友仔每個月都真係好，佢哋係咪 fix 一份糧嘅咧？係噶，好 fat fat， 即係仲政府工嚟噶，好 fat fat 噶佢哋。好 fat fat 嘅咩？都唔係政府工嘅應該，但係一定有資助咯。所以我叫咗你唔好學吉他噶啦，係啊，學吉他有咩用啊？七食嘅而家，長號好咯。你將個吉他打平擺嘛，你咪變咗古箏啊？咁佢就女子十二樂坊啊，起碼你有啲樂團撈下啊嘛，大佬。早知道我學嗰啲三角零算啦。你彈吉他你冇打斜啊嘛，再唔係你打直啊嘛，咪變咗中提嗰啲豎琴嗰啲啊嘛。咁你又撈到啊嘛，唔知咩你嘅錯咗啦咁樣。跟住我就話，即係其實譬如管弦樂團咁樣，咁嗱，第一可能你又要諗啦，即係佢究竟係成程喺後面伴奏啊？好奇怪啫！我又覺得好唔尊重，唔可以咁講。而家好多 band 都中意同啲管弦樂團合作噶嘛。係，但係咪變咗主角？但係你講緊嗰個叫 band。系呢个管弦乐团，系同 boys group 系两件事。系，好 Andy 呢个说话唔应该喺我把口度出嚟嘅，自己刮自己一把 ，sorry。系，咁跟住音乐，系啦，你半途，系要滚半途，系啦。咁跟住之后咧，我就话即系呢一个嘅状态咧，就譬如你究竟摆前定摆后咧？系，嗱你摆佢做即系伴奏，又好似有少少略欠尊重，因为总应该有一 part 系俾佢哋去 solo 自己玩下嘅，系咪先？好啦，跟住之后再者 Jenny Edgar。許廷鏗呢三個都叫做同期的叫做歌手 ，OK？ 係咪三個都 TVB 出嚟噶？唔係，真係個啫。許廷鏗係咯，同埋嗰個都盡量擺脱緊嘅，唔好話佢。其實唔想，佢唔係盡量擺脱緊，佢擺脱曬。擺脱曬㗎啦，因為佢咩公司都冇啦嘛，已經係啊，佢擺脱曬㗎啦，已經即刻贏咗好多。係啊，最 free 係佢話俾你聽，所以佢先至可以上去嗰個即係全民造星。嗯，係啊，梁祖耀一齊係喺度揀女啊嘛。係啊，唔係好彩嘅就係佢冇掉嘢啫，梁祖耀掉嘢啫嘛。係啊，咁樣咁 anyway 啦嚇，咁我就講話即係呢一個嘅現場。咁呢三位歌手啦 ，Jenny Edgar、Effort，OK， 好啦，跟住然之後咧，咁啊同埋就 Mira， 好啦，呢三嚿嘢，係你點排啊？嗱，如果你擺 Mira 擺頭到，啲 fans 睇完就走佬。後面嗰啲人點算好？應該唔會啩？好難講啊，大佬凍啊嘛。你試下尋日我平360，你咋咋臨做完先至做大位？你試下即係 Mira 淨係出一 part， 啲人即刻搭我平360，水晶車卡佢都買啊，即刻走啦！話俾你聽，吊住喺個水晶車卡下面咁樣揈啊！佢行過俾昂平揀到行山落去添啊！佢話俾你聽，即係我就話呢個係嗱，你擺頭到啲友之後走佬，後面嗰啲唔知點算好。好啦，你擺中到我就問問題啦。咁然後嗱，你如果計按人氣，咁冇理由佢又唔壓尾喎。咁你投到係管弦樂團，定係尾到係管弦樂團？管弦樂團咧一定係日頭噶啦，我覺得。好啦，如果日頭，因為點解夜晚驚揾唔翻啲架撐嘛？我小提琴個盒咧。喂，呢個我㗎，你唔好攞我個先啦。係啦，咁樣即係我就話嗱，你擺邊個位你係死。好啦，調翻轉，你話喂，如果佢 Mira 擺尾到，你啲觀眾就可以留到尾。但係又冇理由佢後過 Edgar 同埋 Jenny 同埋阿佛喎。又好似論輩份，唔係啊，壓軸噶嘛，壓軸冇所謂噶。
压轴喎，知咩叫压轴啊仔？压轴喎，压住条轴啊，压轴喎，自强嗰下牌喎。嗱我谂到啦，唔好分咁多嘢，全部人同时一，全部人一次过喺晒台上面，一倒数嗰下咧就咁多个人排晒出嚟，成个管弦乐团打横排。唔係，不過我覺得可能前頭同尾島睇下點樣搞啦，因為其實好多公司都會拗數噶嘛。喂，你大佬，你譬如 let's say 如果嗱，你擺啊前面如果擺阿佛開頭 ，Jenny Edgar 二三島，跟住之後管弦樂團 Jamie Mira， 我當係咁擺啊。阿佛同埋Jenny 同埋 Edgar 嘅就會嗰間公司就會同你講啦。咦，你搞 show 啊？個 one time 俾我睇下，咁早啊？九點零十點啊，唱完啊？咁我唔使留到尾啦，打咁耐，冻噶嘛，我可以接多场啊嘛，我接第二场，我去张敬轩嗰边做嘉宾嘛 ，exactly。当然呢个系即系当初个世界好兴旺嘅时候啦，而家叫做好翻啲。我知道嘅呢半年香港个市道系好翻少少。我以为你话跪低。唔系啊，香港好少搞几场咧，台湾就话啫，台北搞完飞台南咁样即刻。有嗰个谢金燕就系啦。哇！谢金燕就系其实台湾过去呢十年里面，如果计 count 跨年 show 一定。跨年 show 收最贵嘅，一定系佢。头三位、头两位都走唔甩佢。不免。必到系啊系啊，佢真系哔哔哔哔啦！谁的老母性感最多人 call， 全个台湾都 call 佢老母，我都要谂一谂清楚先讲啊呢句。系啦，咁跟住之后，即系呢个都系，即系其实系外国系咁样噶嘛，即系或者台湾系咁样噶嘛。好啦，跟住之后你譬如香港咁啊，好啦，咁你呢个状态以前就一定会同你讲咁早啊。咁我做第二场咯，或者咩嘢成啦。好啦，除非你话旅发局嗰嚿钱好吸引。吸引到好吸引，唔做 show 啦，就咁企喺度都吸引到好吸引。如果唔系嘅话，你喂咁边个劈头？我真系谂嚟谂去呢个 show 有啲拗头，会唔会剁开 the mirror？ 我唔知道。但系个重点系，即系当然喺后面接咗 show， 我唔知边位朋友接咗呢个 project 嚟做啦。咁我索下料先，我问下先。呢一百更多精彩节目等住大家，足本重温，声音下载服务，年费$1000，请即订购支持。